我们见到华为这两天又闹出一个幺蛾子来啊，说是要给这个苹果提供这个芯片，啊，听起来很好笑。呃，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能够给苹果提供芯片的，主要是英特尔和高通。那么当然了，三星、联发科和这个华为啊，也可以给它提供。 但是苹果会选择三星或者是华为的芯片来给对手增加营销上的这种优势吗？啊，抛开这个，华为是中国的，是吧？也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所以有很多人觉得好像，呃，华为很强大了，华为比这个，呃，联发科和三星啊，在这个。 生产产能上啊有更多的优势，那么苹果与高通出现问题了，那么极有可能华为是它的一个选项，啊，其实这种可能性完全没有。华为的芯片怎么样呢？许多人说华为的芯片相当优异，啊，华为怎么样怎么样，讲了一大套，其实我看了之后我都不知道怎么评价它，因为我觉得这个信息。 没有什么意义，对吧？它完全是一种宣传。抛开中美两国政府的问题，仅从公司的市场营销的角度上来说，苹果就不会进行这种选择。华为现在的这种说法其实是很可笑的，而且华为依据的是海思，是吧？华为海思。 看一下海思就知道了，它的芯片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华为有自己的芯片吗？据说啊，据说他们的设计很优异，啊，有自己的开创性。那你的基础是什么？你是买的软银的，是吧？软银收购了一个英国的公司，整套这个东西下来。 你只是买了它的一些专利，在这个基础上，你去进行开发，而且华为好像还不是华为了，就海思嘛，海思好像还发了一个公告，意思我们买的是永久的啊，这个知识产权，对吧？我们永久的可以使用它。其实说到底一句话，现在我们看到的华为、海思，它所购买的这些东西，都不是最先进的。 而且下一代怎么开发？怎么研发？在药镜的基础上造奔驰吗？我不知道这些盲目的自信是从何而来的。啊，还有很多人在评价他呢，说华为怎么样怎么样。我看到有很多人写的相当的专业啊，几乎让我们看不懂。那看懂看不懂的，它的本质就会变吗？通过你们的渲染。 就能把华为说的非常非常的强大吗？如果说没有西方卖给你的这些原始的东西，啊，或者说这些工具、这些平台，华为到现在还完全靠进口呢。就算现在你能设计了，你能生产吗？你所有的这些基础，在买的。 基买来的这些数据的基础上，你还要靠啊外界的一些加工生产的厂家帮你去制造。中国大陆它就不具备生产这些芯片的能力。啊，许多人说不是这样的，说台湾有一些企业已经在大陆设厂，与华为进行战略合作，它是一个长期的合作，它是怎么样怎么样。 台湾的厂家完全是自己的技术吗？包括下一代的技术，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是啊，好好看一下你就应该知道，所有的台湾的技术，台湾厂家生产的这些技术也来自于外方，他们有很多时候他们只是加工，啊，就是我们讲的封装这一块。 他们所有的技术来源，也都是几个垄断性的企业委托给他们做的，或者说允许他们做的。当有一天这些台资企业面临的选择，他们是不是还能继续站在华为这一边，或者继续站在中共这一边呢？中国有很多企业确实做得很不错。 在全球的产业链中，他们已经有相当的份额了，甚至看到一些大的呃芯片公司啊，类似于像高通，他甚至进入中国市场抢夺一些中国手机厂家的订单，看起来好像相当的时髦了，是吧？你都能混到让别人来抢夺你的这个。 市场份额来换取这些公司的盈利啊啊！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不得了了呀？甚至在美国销售的手机，哪怕是 LG 的手机，背后的贴一个“中国制造”，你就觉得你现在已经在全球可以站住脚了，是这样吗？所有的基础都是人家委托给你的。 因为需要你做代工，因为需要你帮人家加工，为了从整个产业链上去尽可能减少开支啊，或者说全球采购，那么中国有很多厂，甚至有一些设计单位已经介入了全球前沿科技，今后能不能继续保持，能不能继续再做下去？ 不取决于中方，既不取决于中国政府，也不取决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公司，啊，哪怕说，呃，华为是一家民营企业，是吧？你你随便是什么样的企业，你现在能造的东西，是基于人家卖给你技术，卖给你专利，卖给你在某一个框架上。 你可以使用的有限的技术，仅此而已。你每一代的产品都需要对外去采购别人的专利，如果没有的话，你什么也干不了，因为你所有的专利是基于人家的基础上，你再去发明创造，去小修小补的平台，你没有自己的。 你现在已经买到的平台，不代表你有研发的能力。下一代的平台，你可以自己研制吗？研制、设计、封装、制造，整个这一条龙的技术下来，中国现在没有任何优势。仅仅说，苹果现在有一个两难的选择，或者说它跟。 英特尔和高通之间有一些问题了、啊，你就在中间插一杠子，做一个广告，不就是这么回事儿吗？非要把它描述成科技在科技界，啊，华为有了自己的市场地位，啊，华为的产能有多高多高，盲目的拔高这个信息，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它不解决华为自己的问题，华为的问题是未来有没有可能？ 继续采购到相对来说比较先进的技术。华为这家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是不是能够避免让西方主要国家去封堵它、去禁用它？这才是华为要面对的问题。华为打个擦边球，做一次商业上的宣传，这只是一个营销，根本就不用考虑。 华为所谓的出售芯片给这个苹果，啊，苹果拒绝了，啊，这个背后有有有什么样的这个内幕啊，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原因啊？没有任何东西，这从始到终都是一个单边游戏。如果换在个人身上，这叫什么？这叫行为艺术。作为公司来说，这算是市场营销的一个案例，仅此而已。 不要高看他一眼。华为从来就不是一个科技前沿的领跑者，他们始终说，他们代表的未来。但是他们只说了一句实话：买华为，你会赢得很多便宜，因为华为是你最佳的选择，性价比最高的选择。但是华为还有一句话没有说。 买华为，在全球范围内，你的后患将是无穷的。其实，针对华为来说也是这样啊。如果绝大多数国家都以本国法律严格对照华为目前的表现，华为整个系列的产品将被所有国家拒之于门外，因为他们始终在硬件上有一些漏洞。 很难用后期的软件来调整它，这是华为的一个死穴。当然了，前些年华为也就是靠这个东西获得了大量的不知名的政策的扶持，在资金上，在各方面的政策上都享受了中国政府给予他的帮助。华为怎么发家的？ 没有人再去研究它了，因为它很快将成为一段历史。好的，谢谢大家，再见。